开饭啦！今天吃点啥？大米饭。吃点大米饭。这个是什么？好香啊，闻起来。村里人炒鸡。我不爱吃土豆呀。我爱吃土豆，给你两块鸡吧。再来一个吧。吃鸡吧。谢谢。这个是红烧茄子，不是，这红烧土豆。我想吃那个茄泥盖饭。你想吃什么？茄泥盖饭嘛。你爱盖不盖？你跟着盖，回去跟着盖去。又开始凶了啊！这个 Rose， 我喜欢坟头 Rose， 我喜欢。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 Lisa， 我不喜欢 Rose。我喜欢 Lisa。这是什么？我喜欢 Jenny 呢。这个木耳，这个是新疆的木耳。来点香芹可以吗？降降血压。我看你像香芹。你给我打饭，气得我血压有点高。我给你打饭，我血压我拉着我的嘎。来个橙子。OK， 蛋花汤，开饭了。